神陈奕迅的唱功在华人歌坛毋庸置疑，而现在将为了好友韩红帮唱选秀节目的总决赛。嗓音跟陈奕迅合唱十年，默契十足，据悉两人就将以这首歌力拼总决赛。而 Eason 愿意帮韩红帮唱，除了外传的唱酬高达1200万元台币，两人多年交情，韩红曾经帮他生病的父亲张罗医生安排病房，让 Eason 相当感激，更是帮唱主音。你说话就说话，别老摸我这边。你这说话，他是这样的，你转过去，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这样，有。嗓音歌手阿令是台湾歌手的最后希望，而他在总决赛中也将和老搭档信合唱《狂风里拥抱》。但是名次就掌握在观众们的手上，所以我只好好好的把握。台湾网友当然是一面倒的挺阿令，但投票权掌握在500名现场观众手里。根据前两届最终冠军羽泉和韩磊，反倒人气旺的林志炫、邓紫棋只得亚军。看得出来大陆观众多喜爱老将，因此本届也属韩红和李健呼声最高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